惠宁时间法国小镇霞慕尼。霞慕尼小镇的全称应该叫做霞慕尼勃朗峰 Chamonix Mont Blanc， 它坐落于勃朗峰山脚下，阿尔维河流经整个小镇，山水静美如同世外桃源。令霞慕尼真正声名远播的是，在1924年小镇承办了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霞慕尼逐渐成为了欧洲滑雪的天堂之一。除此之外，滑翔和攀岩等运动也都很受欢迎。我们到的时候是圣诞节假期，在小镇中心的圣米歇尔教堂外面，傍晚时分，祥云环绕，灯光闪烁，充满了节日的气氛。霞慕尼也是法国海拔最高的小镇之一，拥有风格多样的建筑，展现着小镇的历史。精致的小镇，巍峨的雪峰，清晰的空气，让人深深陶醉。下一集我们继续到巴黎逛逛博物馆，惠宁时间法国巴黎。